尽量尽量，七百三名。格拉隆，五场，大哥德隆。这样看不到，对不对？看不到，快捷写的是什么名字？新手看一下。图存正行。奥格，阿格，但是看得到了。先给跳出去。fighting， 先读取真相，大哥，战斗开始，分数75多哎，好低哦！9万，再给这什么计算机？这怎么都没分数？86，这样吗？评分17万了，两次加起来，差不多。九，单次最高分9万，排到297哦。还是显示这个框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分数达标才有东西哦。297，排得很后面。一层吧。普通打不赢打这个就好了。又赢了，我应该要穿神装吧。而且什么人力之前嘛，助手佣兵前嘛，啊，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差太远了。可以耶。哎，台风有人进，他会打，对吧？11趴，其他三组的人都打，20趴以上，不到100趴。那就不同了，升给变玩家了。
挂了。十八，更低，更低。他们在那个什么，你录如果上传影片，上面有显示什么版权那一个，不管是音乐还是歌手唱歌那个哦，那个都有版权。那人家公司要不要设而已哦？哟，就是游戏公司跟游戏公司合作艺人，他要不要设你版权而已哦？所以你可以完全经营哦。他还设版权收版费。你不知道哦，傻眼，然后他会设置广告，所以你可以全部静音。全部是公检所。要自己打自己，哈哈哈哈！根本打不赢啊，简直！哟，有一只魅惑，只魅惑一只而已啊，不是魅惑五只的人，啊，这一只啊，哎呀。这个时候随便打都赢，自爆。自愿我攻击两次，你会选择哪样？是死板啊！哎呀，如果你是你，我会选择哪样？这自愿攻击两次。
字眼一次，行动一次，然后这个现货，哼哼，那来给对方中招才有用啊。那他是百分百中，但是你的角色不是百分百中，赢得真轻松。神殿，这400滴血没死了呀。吼吼，不用打输了。哎呦，他自己打自己啊！大家就增加防御。血很少，看样子他们不能白晕嘞，是应该是战斗力太低了吧，晕不到，没活不到，不是晕不到。机构的，卡通看太多了，怎么了？推一下就挂了，好夸张哦！哈哈，对啊，他没开股市，所以他的牌比较有用。输了，没机会放啊！2位能放一次机人，中毒哦。
百几点赞，58次，死我了。都没事。我不会死，最低降到1耶。对，最低见到一趟都没打后排的，有屁用？笑死！行，上排的敌军，上排已经没血了，赢了哦！沉默。变更对象，敌人最大伤害158，额外伤害。158，那不是自杀吗？是，所以接他这张枪我就很奇怪嘛，100%就是100%的生命啊，125%不等于一下就死了。那我扣零，交换数据做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都没事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样不用玩的输了。
交换盾牌是不是要多少？呀，这反击多烂，没什么用。有用的是沉默，这沉默它不能发技能。沉默。手术伤害加200位，有人有梦魇吗？很少人嘞，都嘛鲜活，不是加倍攻击。很难哦，对啊，有用等于是没用。他们对上排攻击，所以全部对下排啊。哈哈哈哈哈！笑死，输了。降级，把金文配置一下，超难的。七，那他们人物全排在下排。下排不会中击的，对啊，有的卡牌两招都在上面了，上排沉默，上排减速，哟，够可惜，手这样线上。连接屏用的不是我朋下牌，那政治怎么在搞的？你看一下手机屏幕。国家这么严格的骗子啊！
有机会拿书了。哎呦，怎么赢的？被诅咒毒死了。既然没有人用那一只什么，现货单体那一只。哈哈，对，为什么开始知道？对，这一次防他们卡牌了，因为真的没攻击，也是在线路而已。那个对线，我的一枪就死了，等于是挡箭牌了。因为没战力，而且他攻击性，那三连都是。就是现货第一只攻击性，那个自己打自己，你攻击会先出手不是吗？不能攻击后出手嘛？如果你攻击没有先出手的话，先被人打死就少了队员不是吗？所以他用现货让自己打自己，但是你把他攻击手排在前面，让他自己致命。这一只就是攻击手了。这一只攻击最早了会被陷落，那、啊、因为他那只很冷，被他陷落没差，等于让他自杀了，对吧、啊？刚好是最冷的那一只，太让他自杀了。我那攻击手如果受到陷落，自己打死盾牌了，你前面那些什么盾牌一枪全部死掉。我那些攻击就自己拿自己的，一千块4000多。红前底的比较有用，他好像没有红前底的卡牌了。新出来，错，是。第四张火箭坟墓攻击最超前。又复活了，这一次复活了，不死你哦，好厉害哦，不一样死了。输了，1000块，而且他不打前底，他可以打前底，但他这一只就不能打前，打后排这样就可以打胜。
松鼠啊，一下面，他弓箭啊，弓箭3068。你好高啊、哦！怎么一下子被人 KO 了？哈哈，传错东西。也是换桌子了，奇怪，怎么乱？乱掉。生命。就指令什么呀？做什么？一个生命力吧。说钱，士兵什么也没有。那法师加生命就可以了。
哈哈，攻击无限项，笑死。火力传送。攻击35%，破灭之云级13%，那这是成攻击力哦。增加敌人的致命力。笑死，增加敌人的致命力，哈哈哈哈哈。46%，11.80%。
像没什么好用哦，致命伤害，是不是？成绩啊！英雄，可能是别玩。盾，用盾的好像防御力高的话，也没伤害啊。撑杆没有啊。一样一下被打死，笑死！殖民地，胜利啊！哎呀，第二场。刚一个1800，是这里开始也是四十一只而已，射两次没有吧？只有一次机会而已吧。就是说，一直打死全部，哈哈哈哈哈！一直打死全部，没有这个技能嘞。站中间，然后格式前面9宫格之内的才会全部打到，对不对？攻击中间那一只，或者5个。不过像分散的话，他不可能一次打全部。像这种，他的攻击这物质。这都前面打，但是都开放状了，就打那个交叉状5个，只打到一只而已，这个阵型，也要看对手他的什么，用什么人物吧，像这种是一排的，对，弓箭都射一排的三都被直接扫到。或者有那种攻击手这样扫这样直线型的，不管你怎么配，人家就是有不同的角色会打你，对不对？打得到你，只是他打几只而已，打一只、打三只、打五只、打六只。除非你开三四只角色，三个都打不到你。但是你的角色十只可以打赢十只嘛？如果角色开四只角色上阵，装备全充满那一种，然后全部散开了，搞不能持续对一直打到，哎呀。升不上去，哈哈哈。
以啊。都是哦。这这一只没中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没中，都是被射死了。然后上排几斤前提啊，沉默。结果才两只而已。行，这样都可以。我想说上面那只盾牌要不要换掉？它好冷哦，哈哈。哎，那只盾牌我怎么根本就打不出什么攻击力耶，一下被打死。很冷的组合，我看着别的组合都比较棒，都跟你不一样。说这一只啊，这只应该换掉。什么我会看一下，偷看一下，也多，我感觉蛮厉害的哦，10%生命回复，我靠，好贼哦，10%哦。胜率提高了，转上装备之后胜率提高了。装备还不错。考虑啊！
什么？血太多，这是急性的。都是韩国人，今天都是韩国人。市场，就说那个前一个是八，也才1.6、1.86多而已。3000克，这，约翰，忍者法师，哥吧，约翰。千种，全部都站上面，千种不能发起人，开始收拾他们。86，
说，哈哈哈，好硬哦！是死刑了，死刑了，就这一次吧。是这一次死刑，这一次死刑，是死刑，只能四次而已，一二三四。这只能四次上场而已。好，睡睡哟，吼吼。怎么都长得很有想法的啊。A 他为什么不设后面来自五十的设计呢？顺利回到6层以上了。今天好多场。看名字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有种名字吗？看看第一个字是男的，看第三个字是女的。三千个。没扣血，对吧？连那个攻击三千个，我有三只，三只盾牌来着。城主啊，不一开始就过，哈哈哈哈哈！一开始就过，后排都不能拿了。没过还是不能拿，没机会，自爆。那这盾牌怎么排在后面？盾牌，后面也是拿盾牌的，快速标志，果然是要看对手了。
跟敌人合作，跟敌人合作的那一种影片，你要录什么音乐那一种哦，那个就是有跟敌人合作的哦，就唱歌那一种。你不知道哦。是也天下第一，天下第一，等那边天下第一再说吧。是啊。这是经常出现的。机会的，哈哈哈！这只很厉害哦，它可以破解啊！反击减少攻击效果是什么意思？那你晕不到，哎呀，鲜活不到它。目前都打不死他，这只好有用哦！练满我就给他上阵，还没练满，我已经有了，但是还没练满。没有人在用猪脚群，说所谓的猪脚群就这只啊，这只猪脚。这只，那只主聊天。棋子要做防御。你可以随便赢啊。哟，未必哦，会输哦，吓死你！是最后一把，
是神力十八八，防御记录8,600。攻击，正成长。防御都是负的，都是败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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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给他处死我！68好低啊！5次，战力5次是那个什么？工位战吧。